这个凤凰好看。哎，就是俺都要啥都管花。啊，给个8块钱。八块10块都有。你这准备花啥了呀？你看看。蝴蝶。折剑。干的不多了，哎，这剪菊吧，除了母鸡要干的，就我坚持每天都干的。啊，你每天都说都干吗？对，每天都干。20来年嘛，跑内蒙，跑新牧，一期已经活了几，东胜俺都去过，内蒙的陕北，漂亮，剪好剪。老姐，你这收徒不收啊？收啊。一个徒弟收多少钱呢？那看他的天赋嘞，有的两天都会了。是啊。对，他有的学过名数都快，他有的连字都还不会写嘞，还啥样他都写都慢啊。多少钱一个？有8块，有10块。你要哪两块？要哪个？有点绘画功底的学得快哈。对对对。要哪个有枪？可以做兵头墩儿。那还是喜欢抢，包姐。那你这8块钱成本1块钱。你卖个手艺。哎，主要是卖个技术，卖个手艺。你这是啥糖？麦芽糖还是糖稀？原来不是糖稀，冰糖。冰糖。你哦，你看。是这个花儿。花儿。这是随心所欲，想到哪儿画到哪儿，没有固定的模式。长得是个鸟。哎。哦。小鸟。画一个还挺快的呀。哎，你差几分钟啊？有2分钟吧？没有。没有。啊。简单，还得省事儿，这还快。哎，这还好。服务员一个得卖10块20。哎，对对对，15。哎。15、20都正常。人家提这丫丫就要啥丫都给他做啥。哎，对对，要啥给人家做啥，要这给人家写字儿，他可以写英语，哎，那我有那我名。Thank you.